第五十代道姓祖师，东土四代，四祖司马氏，会曹洞，号道姓，是大一禅师，乃灵皇尊者化身，幼时求道，得三祖授以心法后，摄心不昧，身不到床席，苦修数十年，后住破头山学旅云，四往湖北黄梅县，将道统传于弘忍执掌。